所以我对你这入的施工，咱来改变这世界。你敢相信？今天吗？卫生臭鬼吗？不过，咱若敢安尼进步，咱就爱敢做这个梦。咱敢有可能改变这世界？请问王进财牧师会改变英福教会的生态无？有啊无？有可能啊？无可能？我有可能，因为我予英福教会比做较好，嘛有可能因为我予英福教会比做较歹，对不对？这个较好较歹是毋是改变？指挥。指挥甲弹琴、信花队、长老、那卫健甲黄牧师配合，安尼黄牧师搁他三头六臂，这个教会是听我来。我当有对这间教会有啥物利益啊？无，无利益。所以每一个人的存在，伊牵扯真广。即马一个理论叫做蝴蝶效应，诶，芽若飞起了后，会影响周边的气候。我想，科比一个人有改变台湾无？有无？科比一个人，三个月前、半年前，无人知影讲，伊会当甲台湾的政治社会人的心。三星什么款的效应，半年就无人知。即马伊个伫台北市政府内面的一个动作，影响外溢到其他所有的关系生态。像过一摆，咱会当基督徒会当改变这个世界无？昨日礼拜，馆长伫咱。这个叫做文化中心，这样，这个艺术馆都归迄个文化中心遐，为了礼拜，过去的县政府，你看这跟咱有啥物关系？昨我就陪咱的议长。去伫迄个纪念日办，遐尼严肃的会，咱个议长倒来伫遐，最后上要紧，安慰人的心，祝福人，温柔上帝，祝福台湾平安。因为基督徒有可能通过你甲我咱的努力，互即个社会甲过去无共款。唔知咱真正会当三甲来做这个梦啊无？因讲教会，可能是我最后无会的一点吧。你们有无这个机会啊无？你们看咱家己有这个因讲教会有这个机会啊无？感谢主，今麦都爱，我安怎把咱客来去上帝国度？你讲要改变这个世界，但是你要把世界传去倒去，你若有一个愿景，你要传去倒去，干那搭车倒。我跟你讲，即摆现在有真侪人，就是对目前的环境不满，对你的家庭不满啦，直直念，到底好啦，你不满直直念，然后你要传去倒去，卖念啦，不要卖念，就来传倒卖。即世间若无说，真侪人是安尼，对现况不满。然后不满的声落去了，煞变成更加歹，更加好。基督徒，咱一代过一代，你得看，还有一个愿景。我要比阮爸母因的时代更加好。我要比阮爸母因的时代，花更加侪时间来教会、来领受、来装备、来为主、为人、来服务。
因为阮爸母因个时代真辛苦，陪阮行到遮，毋免遐尔辛苦，然后阮会当搁较侪时间。因为阮个后生嘛，等于伊个对阮个爸母因个时代，因个时代想要做个代志，因无法度通做，无能力通做。即嘛，阮读较侪册，阮读较侪圣经，阮会当为着因恢复上帝个听。因为人生常常在这个十字路口，你到底要走对上帝所欢喜的路径，还是要走对家己心内的需要这条路径？要走对让上帝欢喜的路径，还是要对世间人的路去走？别人的囡仔拢在咧无用咧补习，你的囡仔原来对因咧补习吗？补习唔成对。无到拜六暗台，互因来个团契。因为国中、高中、大学，因若无团契的生活不过，你要叫因来无机会啦。真侪人拢对世间的款，认为咱讲，咱要按怎样来对住所爱的款，这两条路，咱常常伫这个相接路的中间一直走。耶稣说你这修行的人啊，修行的人是怎么修行？耶稣说你看山的彼岸花，今天你在地，明天在那里花落，上帝也就这样的照顾他，何况你呢？咱就比山顶的花较贵重无？但是山顶的彼岸花，上帝何以真怕在山顶无人甲压，伊还阁会当大甲比咱厝内个花园个花阁较水。耶稣讲，小心个人啊，毋免为着今仔日要食、要啉、要穿啥物来烦恼，毋通把你个目睭亲像飞伫个土骹个边遐，一个头拢踮仔咧看土骹个面。小心的人啊，有把你的头仰天，仰望上帝，看上帝爱你做什么。因为咱讲，咱要做上帝的子，但是咱真少咧仰望仰天，上帝啊，到底你爱阮的生活方式是什么？上帝啊，你爱阮追求的人生的价值甲意义是什么？上帝啊，你爱我逐日安怎样，甲我的家庭，甲我。阮到底要来去做什么款的人生？我一世人还阁剩偌侪时间？上帝啊，我要安怎样保守这短短的时间，然后教我的囝，陪我的囝，陪我的孙，互因捌我是台湾人，我也讲台湾话，然后我会当伫信仰的国度一代阁一代接续，直到阮甲阮的家，阮不断去敬畏耶和华。等于剩的时间无偌侪。唔知你即久你的时间去伫倒？小心的人啊，这拢是外邦人所求的，那是恁，那是恁。耶稣讲，大心求伊的国甲什么啊？伊的义。大心求伊的国甲伊的义，就恁所欠过的安怎？拢会还恁。寻求伊的国甲伊的义，然后这个天父上帝，伊知你我咱大家人的需要甲欠缺，这个是咧讲 what you need， 你真正需要啥，伊会乎你，唔是 what you want， 唔是你要伫啥，上帝乎你，唔是。咱真侪时阵，咱个信仰常常拢上帝啊！我要安怎？我甲你讲，你袂买袂了啦！你若毋信，你个囝、你个孙，直直甲你讨爸母啊！我伫这阿公阿妈，我要伫这，你要互伊一台欠费个车，伊要明仔载要 BMW， 你互伊 BMW， 伊要伫 Benz 无够，伊要 Porsche。我甲你讲，要伫袂了啦！甲你提哪济个人将来走人，到你年老化病个时，再走袂转来啦，因为食无用。我要，
因为咱教育真侪长辈，我讲恁都爱细腻，即下甲恁若食到我的话，恁就知。爱为着家己，爱为着家己，即马恁厝内存无偌，存无偌济，为着家己要安怎伫上帝面前活出伊爱的款，活出伊爱的款。把你的时间、把你的精神、把你的岁数，刻伫伊爱的款来活，莫阁做一挂人感觉无需要，莫阁做一挂上帝感觉无必要，因为你的时间剩无多。总是观察干呐，爱老的无爱少年的是无？那安尼来讲，咱大家人拢爱个心变变，你当时暗端要搞拢唔知。来先求伊的国甲伊的义，你要照一个顺序啊，照一个顺序啊。来先求伊的国甲伊的义的意思是讲，予咱的短暂的人生用上帝的国做中心，来先做予上帝欢喜，因为咱的性命对伊来，对伊来的性命抓伊做中心，对伊来的性命予上帝的。心生满足，伊若满足，咱活到互伊欢喜，做到互伊满足，然后即个天父上帝讲：囝，查某囝，你欠用的，你爱食，我拢互你啦。上帝讲互你以外，佮你欠用，我拢互你啦。安尼，咱老师，咱老师，因为你，我要呼吁你，我要呼吁你。好好回去体贴你的老爸，体贴你的老母，照顾你的老爸，照顾你的老母。伊食到七十五了后，开始慢慢仔咧花，七十五、八十了后，开始记忆咧无掉。然后伊会讲一挂无影无食的话，你莫甲伊变。啥甲我来个礼钱啊？不我讲啥物事？第二来个礼钱。啊无我来个第二来无去。想到我的钱给你了，我怎么给你掏的钱？我不要再给他钱了。这人家老吼，人家老人家无安全感，人老了后记性也歹，家己弟弟的创啥的不知怎对倒去，所以不要再钱了，因为你吃老了你嘛是安尼，一代一代，不要这代的抢那代，啊然后下一代到咱老过来抢咱，啊一代一代。不是三天，不是天天，总在抢来抢去，安尼这个人生无趣味。顶礼拜咱讲礼金股，真侪物件咱来礼金股，所以食到一年纪了后，咱来放手。囡仔甲照顾若欠，伊若厉害，还是放手，互因独立因哪搞？放手会较厉害，还是甲伊逐项甲伊做点点？我今仔要甲这六十岁以后的这些人，我嘛在边头，卖甲恁翁做伤济嘛，卖甲恁母做伤济。因为恁若逐项甲做伤济吼，有一日，迄、那个真够做的，迄、那个真有贴心、真慈悲的，逐项做了了的，迄个若代不一定代生气。另外迄、那个。干那八娘，八干那八，八准那时吼，都不要准啊，因为无习惯。那时准得了，未晓去管，因为无习惯，大项拢未晓。啊，若去找一个，大项拢出代志，因为伊未晓，唔是故意，真正无迄个习惯。OK， 到这个时间吼，慢慢来会啊。万一若有一天安怎吼，你会当活到真好势，啊，我嘛会当活到真好势。因为，请问，若最惊是会拢做到爸爸妈妈真欢喜？爸爸妈妈若顿别是财产拢啥物？拢啥？拢我囝。啊，你囝老师，恁啥物人若爸母唔照顾吼？有一日我若退休，你讲我会甲你，人拢来，我真在无衰，我拢收，你唔伫个我拢收，你若会惊嫌收差，拢来我遮，但是个我好哦，财产我还过一半哦。
负责让你过到真欢喜。因为唔通照顾陪伴，无爱陪伴，无爱照顾，到时讲我要分财产。这个叫一项耶稣的教咱，但先安怎？由伊的国甲伊的义，但先最后上帝欢喜，然后你的一生上帝要保守，要讲阿门无？阿门。咱做耶稣基督学生，咱就学伊的教示。咱就听伊的话，咱就照安尼去行。天国的道理，耶稣的教不是地上的道理，耶稣的教是天顶的道理。伊有你一套道理，你若照安尼去行，你知影要安怎甲上帝、天父、上帝互动。耶稣的追求的是一个上帝国的实现，上帝的国。因逐摆祈祷的时候，安尼祈祷讲，阮是天你的父，愿你的名声。你的你的国领导，第多呀，第二是第二。耶稣的一生就是咧追求，将伊知的上帝国的道理传予咱，所以是咧传道。耶稣是咧传道，不是咧宣教。请问耶稣信什么教？请问耶稣信什么教？耶稣的心内无教，耶稣无必要信什么宗教，耶稣心内敢若信啥上帝那边。所以你我，咱免去学别个教派讲，我们不一天到要宣教，教义教派袂予人得救，总是上帝话会帮助人改变伊的生命。基督教最国教佫有甚物路用？菲律宾什么做国教？菲律宾是天主教会，唔通迷信讲大人厝内规家规厝啊，都拢阮厝内拢好平啊，无代志啊，无有财产啊，无影无正。由于信上帝，迄是非常个别性的物件，信上帝是非常个别性的。你甲上帝的关系怎样？你甲天父上帝的旨意离远，彼敢若会当互相学习、互相影响。老爸袂当命令囝，老母袂当命令伊的查某囝，拢袂当，敢若总是会当影响。这个叫咱甲上帝国是啥物？咱都要知影讲上帝国是啥。咱才有法度通去基督徒讲，我要来改变世界，要改变倒去，就是要带对遮来。所以，这个上帝讲是啥，咱来真清楚。来，咱把一段圣经读一下，好唔好？以赛亚十一章第六节到第九节，预备，来。才来，但谁能将和平相处？把主跟小羊一起喊过，小牛和幼狮一起吃奶。小孩子将看管他们，母牛和母熊一起吃喝，小牛和小熊一起躺卧。狮子要像牛一样吃草，吃奶的婴儿要在无舍的洞口玩耍，断奶的孩子伸手在无舍的穴内也不受伤害。在西安，上帝的圣山上。没有伤害，没有罪恶，正如海洋充满了水，大地充满水上的天使。哎呀，真水！这就是对上帝国的梦想。有一日，上帝百姓会当起造，起造成做这款的国度。所以，拄则咧讲，我们要改变世界，不改变你都会去。真侪人哪改哪凄惨，哪改哪凄惨。即马咱的马总统，伊来讲，我即马要来创啥？我大家拜托啦，拜托啦，你莫阁做代志啊！你哪哪做，我哪凄惨啦，拜托个啦。要改变着，伊心内无迄个梦，伊心内对迄个整个国家的环境欠过迄个环境，咱要改变去倒去，这是来。你知道这篇圣经在伫咧哪国？
联合国的地基的内面，这篇圣经代表联合国的地基，你知无？意思是当初伫咧建立联合国的时，联合国就是这个方向的努力。联合国就是要带来整个世界，无论你的人种怎样、文化怎样、和你的身体怎样，无论你的宗教的背景怎样，到尾啊，大家人拢伫你的心灵的上帝面前，伫这个主子上帝，不管你甲称呼什么名，大家人拢伫上帝的圣山无伤害。因为今仔日 ISIS， 你知阿拉因咧叫这个主子上帝叫阿拉阿拉。你知道这个阿拉就是阿伯拉罕的上帝，你知不知道？结果因的奉，因的做阿伯拉罕的上帝的阿拉，因叫做阿拉，然后这边就叫做耶和华，叫做耶和华。因在咧奉阿拉的名，太基督了。因在咧奉阿拉的名，在咧杀害上帝所创造的生命。然后因在杀害生命时，一点仔都无惊呀，一点仔都无愧疚。伊就是讲，我安尼在咧侍奉阿拉 ，no。所以你若是上帝的子，不管你是什么人，信什么宗教，你拢要奉上帝的名，无论伊糟蹋伊，还是搁奉上帝的名来保护伊的生命，来保护。因为每一个生命拢是上帝手中的宝贝，拢是上帝所创造的。因为这是一个环境，不管你什么款的背景的人，只要你有咧穿过，我就是要保护你；只要你有需要，我就站在你的身边；只要你给人侮辱，我就会用我的命批，我要照顾保护你。为着这个照顾，我保护，我要受伤害。我嘛笑笑，因为我感觉我不能见死不救，因为这是基督徒的信仰。基督徒真侪，基督徒绝对不是静态的，真侪基督徒那是一个催兵，催兵的起来。啊，这有一个环境，代表安尼基督徒。在诗篇55篇第10节、11节，咱斗阵来读，预备来。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，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。诚实从地而生，公义从天而现。这个家，对了吧？上帝所喜爱的国度，而且是慈爱和诚实。彼此三度，主爱甲诚实三度。你对我好，我袂当滥用你对我的好。你用主爱款待我，我会当欺骗你吗？会啊袂？袂当。你好款待我，你相信我，我就爱做甲，互你会相信。你听话。我就要做到让你听一声，这个公主爱甲诚实彼此三度，恁记得，再佫讲公义甲平安彼此三亲，公义是是非分明，是非弄啊真分明，是非做啊真对，做对的代志，然后大家人拢无话讲。我的心就平静。咱的社会有法通做到安尼来无？咱的社会即久有法，咱台湾的社会关系即久有法通做到遮来无？胡萝卜侪，胡萝卜侪，因为咱的政府不敢交接，一个上凄惨的就是伫遮。官员领咱的税金无尽职，无做保护，无做看守，无做守望者，就倒开门窗，予遮个无良心的人大嘴大嘴伫遐喊。
因为这一项一项啊，眼镜拢未看。要安怎？你若将来你若有机会去欧美的国家，伫迄个海关的所在，伊啊定定甲你个，甲你打一句话：老实，老实。过海关的时候问你，有扎毒药无？无。有扎食的无？无。有一个老师兄弟美国，因这台车飞来加拿大，伊入关了。啊，海关的问，你有扎食的无？无。啊，海关团队后壁，见见，啊，明明都有食的。不来，这台车，若摆人要过海关，都绝对让人笑。也甲你打一句话，甲老实。咱有法度到即款的国度，即款的国度，伫外口的人，因心内无上帝，你会当想象一个心内无上帝了，到尾什么人上要紧？我的欲望上要紧，我的欲望上要紧。所以，若无细腻，人若是讲伊无宗教信仰，伊心内无神。但是啊，你来稍微杂一下，因为你会当想象一个心内若无神的人，伊到底心内上悬的价值是啥？哎，伊这个只，咱伫咧努力，上帝的百姓，对你开始，对我开始，先是做人，先是做代志，交乎你的代志，别人拢毋免烦恼。教予基督徒的，其他人拢唔免烦恼。教予基督徒的，你的中官知你是基督徒，你的中官就甲人讲，啊，你咧唔免烦恼，迄个代志伊若甲你答应啊，你都唔免烦恼，因为伊是基督徒。基督徒来当做到安尼，只个只咧讲主爱，甲啥物啊？诚实、善妒，只咧讲公义、甲平安。三千，哎呀，咱的上帝以爱的，咱要予咱的国度，就是这么水，这么水的一个国度。人人伫遐有平安，欢喜。上帝所爱咱入去的国度，疼惜社会艰苦人。疼惜社会各阶层的歹命人，疼惜社会各种类型的边缘人，非常要紧。耶稣在马太二十五章遐讲，当真主伫个荣耀的宝座来临的时，伊要将人分做两种，一个是绵羊，一种的是啥物？山羊。绵羊、山羊。然后伊要对正明者的绵羊讲：“恁通入来，我为着恁备办荣耀的国度，因为我邀恁来我家，我嘴大恁来我啉，我赤身裸体恁来第三我穿，我破病恁来破我，我互落伫囝呢，因为连个有关落伫囝呢。”你若有看见我，无逐摆踢我，你过来探监，来问我团队里听受无？我顶日有无话的时，我有无话的朋友就是讲牧师，拜托，你来带我去加拿大看政协。但是政协北部。正经北部，我去加拿大看无，有啊无？正经什么啦？昨日大家来指引，一日倒我来行行，看到人就是你。啊，互人刣了上冤枉的是啥？然后习惯飞机，飞机车顶全坐咧，感觉一日哪样，一日哪样呢？那样讲无用的是正经，一日一日一日都一日。四个拢惊，拢无房，无房被租了。
来那个堵人的时，佫连身体佫连到佫上粗鲁的时，来这样代志发生，伊爸母讲，这毋是我的囝，伊的爸母无要认，伊的爸母无要看，伊的爸母无要到外口接触，因为上帝伫圣经内面的形象安怎？上帝予伊的百姓的，予军队伊脚步的百姓。耶稣通过耶稣来讲，我枵恁了，我吃；我嘴干恁了，我啉；我迄个出外做人客，恁提供恁家予我住。我一摆，我伫加拿大倒转来，伫台北吃头，暗时已经十二点，我看到一个印度人，他们冲冲冲，他微信。他说我看我的车都过来台中的车，坐了一方已经剩十分钟，然后快吐，走来走。后来我时间都到，我来讲，现在兄弟到底你安怎？伊讲我一寡资料拢伫手机，手机无电，所以我来到台北，我要联络的人，拢无法度办到，要找一个当。恰地的当充电的所在，啊，落去的形态拢无同，所以无一个会当互伊充电，所以资料拢伫内面。啊，清一种，啊，讲 OK 好，我无时间啊，请问你印象中，你甲我讲印象中你去找的人走伫倒？伊讲彰化，你都我走袂着。拼音拼了怪怪，但是我猜是脏话。哦，那、你就倒下来，我今个拍一条，跟我走，follow me。啊！那今个车间，我就紧甲别人借，甲别人借电话，我就拍电话，我就紧拍电话，我出来啦。啊！出来啦！讲，哎，明仔早起透早起来，白天看到迄个新闻的歹看的人，你毋通惊着，因为我半路我捡一个人。刚才到火车，厝内人对我准备物件拢倒点，我都甲伊感觉食。我带祈祷，印度人，啊祈祷了，才狂狂叫一个查甫人狂狂叫，他妈直直哭，我是安怎？伊想袂到，伊想袂到，厝外人，伊伫香港发生一挂代志，然后来到台湾都无法承受发生这个代志，竟然伫台湾有一款的人，青云人，轻开伊的自卑接待伊，让伊入去啊过年，伊讲安怎去想伫伊的世界内面，安怎去想伊都想袂了。伊个开始伫即个只三千五到，啊，都开始感冒，啊，不管安怎，都伊也开始接触。隔两天，透早，我甲问讲，你找我妈的所有的物件，我了了嘞，看有啥物资料？哎，晓啊晓啊晓啊晓，你晓得，伊行李的啥物所在，摕着一张伊。怕是拢用袂着的纸，然后拄啊伫遐有啥物中华啦、啊河币啦、啊鹿港啦，啊遐个一个好土地。礼拜日，迄是隔天早上，拄啊礼拜日透早，我七点我就甲迄个对方拍电话，迄对方接到欢喜一个讲啊名话，我甲对方讲，恁个等的迄个人吼，伫我遮，伊唔相信用诈骗集团。然后讲啊，我直直甲解释电话，啊，挂电话我甲报，恁那个人伫我遮，啊，我是教会牧师，啊，安怎？伊讲唔对啦，伊甲阮约的时间是一天前，意思是这个印度人时间看唔对啦，慢一天啦，所以一天前，恁这个公司人派去机场去找，但拢无人。
OK， 那我就甲客拜托安尼，即将来人客，伊要提升，拜托你拢可以。啊，啊，大家人讲好，即边即生意真正无论如何，看我面子有改善。OK， 变成讲，真正拍算讲规工要谈判的物件，无拍算，隔天刚拍电话，我讲伊拢处理好啊。啊，不过来问道啦。这个人，我想这个人，这个人后来转去到印度，直直叫因厝内的人，爸爸妈妈叫因太太，一定爱甲我讲话，讲伊伫台湾拄到一个真特别、真特别的人。因为你若是基督徒，要怎样讲？服务人要付出代价哦。疼人会有危险啊无？所以基督徒，咱拢伫即款个情境个里面个过日子。你若讲我无服务，但是我无爱，无爱安尼，无爱收大个牺牲。我无服务是咧享受，是咱我甲你讲，你无啥物通做。你若讲疼，我逐项拢过滤，逐项拢安全，拢安全个，怎我怎要做？安尼我甲你保证，真正个疼。都充满了冒险性，包括你按照你的听囝、教囝，你哪会知你到七八十年囝拢唔听你的话，到尾违反你。你若伫少年的时都拢惊变的，你一世人你无机会听你的囝，无机会知你的囝。基督徒就是我做我该做，因为我要对我的上帝有责任，对创造我的上帝我要有责任。至于恁安怎对待我？恁若会当，我对恁好，恁对我有感谢；我若会当，我对恁好，你搁加倍疼我，我感谢。哈利路亚！我上帝，你的恩典真真正大。哎，因为有一日，我疼你，你背叛我，我流着目屎啊，搁讲主啊，愿你怜悯我，愿你可怜我，我搁要将我的灵魂献给你的手。这是不是耶稣的祈祷？耶稣继续用他的生命来做他该做的事情。这个国度，耶稣说，当那时要将绵羊、山羊做分别，但是什么人是那个绵羊呢？就是在你的身边，每一个基督徒的身边，你去听那个智慧水的一个，去关心那个弱小的一个，你要成做因的保护者，你要成做因的关心者，你有安尼去做啊？若有，你就是绵羊；若无，你就是迄个山羊。是到尾是分别出来。各位撒玛利亚人，大家人拢走，大家人算算的无安全。我是有一个是撒玛利亚人，犹太人讲，恁这撒玛利亚人未得救，恁这撒玛利亚人是外邦人，甲上帝国无分。耶稣却讲：“你要得救吗？”法利赛人来问耶稣讲：“先生啊，我着怎样做，我才会当得着上帝国？”耶稣讲到尾啊，就是你着亲像好个撒玛利亚照样去做。所以，咱个追求上帝国，你唔够，你爱受苦干，你爱受苦力，去正做一个好个撒玛利亚人。你也是鼓励去听你身边上智慧的一个，即马真火真火的人，就是你爱正做伊的保护者，用拢咧过，真难嘛。所以外头的小的是强欺弱，基督徒是强保护弱。所以你若因为你的信用比人较好，你就更加谦卑，更加有耐心。你若感觉你的灵性伫遐较深，你着遐较浅的，滴滴落落个遐，然后你点点，然后看伊安怎落，你着只有点点，因为你解落去了后，换你时间，因为上帝有命。即个只是国度，即也阁有一个国度。耶稣要离开这世间的时，伊对伊学生，伊撒母学生一项。新的改变，
规本圣经到最后耶稣通了做一句话。你真侪圣经，真侪人，我圣经都背袂了，圣经十我都背背记袂了，唔免你个记一句就好。新的诫命安怎讲？你着尽心、尽性、尽意听主你的上帝。这个界是大个，这是头一个。第二个也三千章是讲，你着听主你尽心家己。请问基督徒爱听家己无？爱听家己无？你爱大声会晓听你家己，你才会晓去听别人。但是有的人拢袂晓听家己，啊，真好听别人，安尼对不对？真好，我到你较侪听我咧，我真爱，只交到伊这个朋友真好，你拢袂出事。但是圣经内这个才是讲，你爱会晓听家己咯，爱真正晓听家己，爱用听家己这款的行为来听你身边人，安尼就好啊。所以听别人爱适当啊无？听别人爱适当无？爱。你唔通袂记得爱听家己哦，爱听家己，听厝内人，听伊个身份，听伊个职责，听了了后，爱流露别人，哎呀，边边得到好处，感谢主。因为耶稣和耶学生，恁着彼此三听，恁若三听，即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。恁若无三听，耶稣讲，我唔捌你，恁这最歹的人离开我。所以，这个三听伫基督徒的性命内面要紧无要紧？要紧，真要紧。耶稣佫和耶学生第二句话，你们要何为？第一章十七章，对头到尾，要离开往抓以前，规暝伫咧为着，规暝咧祈祷的，就是为着交代，就这学生，我要离开啦。我交代恁一个使命，你着合二为一，合为一，合为一，你着啊，合二为一，亲像我甲天父上帝合二为一一般，我甲父怎样合一，恁也着彼此着怎样合一，我甲父款。再三地的交代，你要何为？所以三听甲合一，伫耶稣基督的教训内面，迄个是基督的国度上要紧的两句话。上要紧的两句话，第一句话是啥？彼此三听。第二句话咧，合二为一。伫咱的教会，咱的教门，咱都要学好这句话。嗯，将伊牧师讲的这句话讲 ，United。We stand, divided, we go. 团结，咱就徛在；分离，咱就倒去。所以，耶稣教会若要成做一个徛在的健康的教会，咱就要安怎？合一，咱就要 united。因为教会就是上帝的国度，基督的教会就是上帝的国度，所以咱咧讲，咱咧听上帝，咱是要做一个好个耶稣基督学生。会记得，即马一个比我咱共同，咱下晡要信仰咧，咱下晡要信仰一个人，对这件事，咱努力来去做英国教会，把英国教会变做一个三听合一的教会，好唔好？好好。咱彼此来信仰。讲，咱要互耶稣教会成做一个彼此三行合一的教会，好唔好？好。这就是上帝的家，这就是上帝的厝，这就是上帝。耶稣在讲，上帝无离开伫地面，亲像天人一般。啊，耶稣是咱的模范，伊的人生到伫出生那么远，知影要面对的就是死伫遐的等人，是世界可能伫遐的等人。对于一个个人的性命来讲，是偌尼清惨，偌尼苦痛。伊爱去无，伊无爱去。伊伫去西马尼，带新去了，阿新拢咧渡孤渡孤渡孤。
伊一摆搁一摆伫遐咧祈祷，我诶爸啊，若是会当求你毋通，互我啉即个苦杯；若是会当求你毋通，互我啉即个苦杯。总是毋是照我诶意思，就爱安怎？照你意思。若会当毋通，互我啉即个苦杯啦，我无爱啦，天父啊，我无爱啦。但是毋是照我诶意思。是这样的意思。哎呀，若是一个囝常常用这款的方式来跟咱讲话吼，咱做爸爸母的，咱毋知偌温馨。爸母啊，我无爱啦，我真正我无爱啦。但是哦，虽然安尼哦，好啦，不要紧啦，我你爱我做啥啦，我拢听啦。嗯，那啥物人，咱生出这款的囝，耶稣就是，耶稣就是。真正是咱的梦。第二摆，耶稣过去祈祷，爸啊，若是这个苦杯袂当离开我，一定爱我啉。愿你的旨意安怎成全？若是这个苦杯袂当离开我，一定爱我啉。愿你的旨意恁来吃。第三摆就讲照安尼祈祷，过来，人就来了。完全顺服到死，伊顺服到死，目的我让迄个上帝国会当完全得到成全。所以耶稣伫十字架顶讲的这句话中间的这句话叫做啥？成了，代志完结了，代志完成了。爸啊，你教我，爱我行人生的路。我照期间，我安怎辛苦，我任务完成啦，我达阵了。你找我等你，哎呀，多点水。耶稣做咱的先生，耶稣咱的对号的，就是无止的。愿咱真正会当活出上帝派咱活。What will Jesus do？耶稣当你遇到人生的苦难的时，耶稣会安怎做？然后你得照安尼去做。人生有真多次，迄个分歧的路，你有可能行唔到。伫人生的真多分界点，你毋知要安怎较好，请倒转来想一下。那这样代志是耶稣，即句是我，伊会大概安怎创？实际上，耶稣那是你。在那个处境下面，伊大概安怎创，你就照安尼去行，照伊的脚步行。耶稣讲，既然像我主啊主啊的，无你进入天国，独独遵行我的父旨意的教诲。因为信耶稣跟信仰的第一步哪点？要完成信仰，做一个好的基督徒，上帝好乐的基督徒。爱去，你着照安尼去行。所以信是一步，照安尼去行是完成。所以迄个信用是一个步调，信用嘛是一个水平。那满足的心，你来用咱，咱三个来记得。我们感谢主上帝，给我这个时间。我们感谢主上帝，伫耶稣基督的话，让我们看到更加清楚上帝的国甲上帝的旨意。我们感谢圣神伫我们的中间，启发我们、引导我们，点到我们要花的火，让我们常常伫灵甲伫三交欢喜，仰望主啊！我伫遮，我欢喜跟你脚步行。我欢喜迎光主啊！我伫遮，愿意找我，找我。有一日完成所有受教导的工，就伫你的面前讲，事明白了。我安尼祈祷感谢，做做名。Amen.